地板动作，哇，这是 Spiderman 耶！不行，这个身体不行碰到地板，因为这样衣服会。哇啊，他怎么这样？他怎么用头在用地上？嘿，身体不可以碰到地板哦。哦。一个动作。那依依，等一下我们要回去了，乖乖在家里等你玩呢。还有小乖，啊，小小乖是吴心怡的弟弟呀。啊，凯凯要在这里玩到八点哦。八点晚上，大熊会来找我跟妈妈。有鬼会咬哦，哦，好恐怖哦。要怎么切掉？把他屁股切两半。对呀、啊，豆刀子切他的身体。呵呵呵呵，怎么还有饼干？啊？我的饼干已经吃下去，胖胖肚。胖胖肚啊、哦！吃下去变胖胖肚。哦啊，你爸爸有没有胖胖肚？我爸爸已经更胖了。哦，这样哦。我爸爸已经更胖，等一下一次打都会更，他的肚子都会变更大更壮。那、啊、他会生小 baby 吗？他都会变一个球球，都会变一个大球球。啊，会不会飞上去？会啦。不会哦，哦，吴心怡这样子很高哦，你看这边哦，哦，还在跳跳跳。